节节向咱中华乡亲拜年，来吴森梅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吴森梅。谢谢，新的一年来，来祝大家大吉大利，招财进宝，永保平安。谢谢。礼拜礼拜，来，如后边如开讲。可惜呢，我黄文兴。你是优先呐。看这场面对你不利哦！啊，我这来三队拢在撸毛，还佫一只山顶来老狗。哈哈，啊，过年我不爱跟你计较。妹妹先啦，妹妹先啦，妹妹先来。来，现场的乡亲，大家阿妈大家好，我是吴淑敏。哎呦，小敏在家呢，祝贺咱所有的乡亲呢，福禄兄弟姐妹身体健康，按这个马年到，祝大家呢马到成功。我跟吴淑敏有想要来中华参选的嫌疑，是是是，拜托。你若要参选，你就爱对咱这个立委。是是是，长官好，长官好。来，那个老师哈，来，我嘛哈，莫你阿妹哈，你好，文山爸，嘿，你别烦恼，来，先和文心请讲，来。彰化的乡亲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黄文心。那祝大家在新的一年呢，能够马年行大运。除了马到成功以外，最近那个乐透彩还蛮那个热络的，齐齐中奖。对对对，那祝大家每天呢去刮乐透，可不可以中大奖？谢谢。嘿嘿。江志峰老师瞎瓜瞎金姐说也数金姐，大概边讲也不会他讲。是是是，压力很大呢。没了没了，没你放心了，都讲完了、啊。詹老师行动，哎。讲鬼啊！你卖个啦，莫嘞啦。江老师是才子啦，讲话绝对无问题。来，江老师祝福一下。新疆里头，就咱所谓这个。新疆里头，他都人讲鬼啊。啊，你嘛不应。连这个除夕的夜晚呢？啊，除夕他都能你不会讲鬼啊？真的。在这个马年，马年就比较重要。重复呀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马上有钱，马上发财。通轨，通轨。